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少林拳的基本形态。动态。一、腿法。贴身靠。四段单练套路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完整的欣赏一遍四段单练套路。现在请看四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四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并步架拳，上步搂手，并步冲拳，虚步架拳，进步推掌，礼合拍脚，马步靠，右弓步冲拳，马步格挡，挂臂勾踢，马步搬拳。请看四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礼合拍脚，面前击响，压腿迅速。现在请看四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四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分解教学。调手，提膝分掌，左弓步左击掌，进步左抢手，上步右抢手，转身合肘，右弹踢拍脚，左弹踢拍脚，腾空二起脚，右贴靠，左贴靠。请看四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腾空二起脚，两腿在空中交换要快，弹踢由屈到伸，快速有力。
左右贴靠，贴靠以腰带臂，突然发力。现在请看四段单练套路第三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四段单练套路第三小节分解教学。并步架拳，虚步下按掌，左弓步冲拳，左弓步推掌，并步勾挂，右弓步斜拉，马步架格，左弓步冲拳，提膝拉手，马步扳拳。现在请看四段单练套路第四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四段单练套路第四小节分解教学。退步分掌，虚步亮掌，进步左抢手，右抢手，转身合肘，退步右按掌，退步左按掌，换步双按掌，右贴靠，左贴靠，马步架拳，并步直立，抱拳礼。四段对打套路，首先让我们来完整的欣赏一遍四段对打套路。现在请看四段对打套路第一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四段对打套路第一小节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以向后转，甲乙并步架拳，甲搂手并步冲拳，乙虚步下按掌，以左弓步冲拳，甲虚步架拳，甲进步推掌，以左弓步推掌，甲礼合拍脚，以并步勾挂，甲马步靠，以弓步斜拉掌，甲右弓步冲拳，以马步架格，以左弓步冲拳，甲马步格挡，甲挂臂勾踢，以提膝拉手，甲乙马步扳拳。请看四段对打套路第一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
假李和拍脚，乙并不勾挂，假李和腿向上击乙方头部，乙俯身下潜，躲闪及时。假马步靠，乙弓步斜拉，假靠打有力，乙撤步躲闪及时。现在请看四段对打套路第二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请看四段对打套路第二小节分解教学。甲挑手分掌，乙退步分掌。甲左弓步击掌，乙虚步亮掌。甲以左抢手，右抢手，虚步合肘。甲右弹踢拍脚，乙退步右按掌。甲左弹踢拍脚，乙退步左按掌。甲腾空二起脚，乙换步双按掌。甲乙左贴靠，右贴靠。甲乙马步架拳，并步直立，甲向后转，抱拳礼。请看四段对打套路第二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甲乙左右贴靠，甲乙贴靠突然发力，换步自然。四段拆招，首先让我们来完整的欣赏一遍四段拆招动作。弓步靠打拆招，马步靠打拆招，现在进行四段拆招动作分解教学。弓步靠打拆招，乙上步，右拳抡劈，甲左手拨臂，右手抡臂，弓步肩靠，马步靠打拆招，甲上步冲拳，乙右侧步拿臂，甲顺势跨步转身贴身靠。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少林拳的基本形态。动态：一、手法。劈拳，拳从腰间，经右肩外侧，由上向下向前用力劈击，为劈拳。摆拳，手臂向一侧横摆，为摆拳。扳手，一手由前下压，另一手由胸前向前弹出，力打掌背，为扳手。二、腿法。
勾挂腿，一腿上步下蹲，另一腿屈膝向斜前方勾踢，脚掌外翻，脚尖斜向上，为勾挂腿。截腿，一腿屈膝，另一腿向前下方截击，脚尖外展，为截腿。